歡迎民心圓同學，結辯莊神希同學，繁方主辯余俊成同學，第一副辯蘇俊榮，第二副辯蔡樂思同學，結辯彭寶成同學。
同當代人的愛情婚姻觀背道而馳。此外，呢句話仲有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男的必定娶妻，而女的必定嫁人。然而，社會風氣開放，性小眾逐漸被接納。例如，如今已經有34個國家，例如係加拿大、英國，通通都通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大性小眾研究所指出，有70%的人都認為應該保障他們免受歧視。有科學家認為，剝奪呢班性小眾的人的結婚權利，所以社會學家特雷特都話，這個觀念有所限制，甚至是違背了當代人的自由愛情觀。冇愛情的婚姻難道是有方的願景？最後想問有方，是不是人人都要結婚，而男性是不是只能娶，而女性只能嫁呢？多謝各位。去到結婚的地步，意味著你們會共同面對未來，代表著他們能夠為你的心靈作出支撐，能夠互相扶持、照顧以及陪伴。婚姻所產生的情感支持，甚至乎會減低壓力。根據哈芬頓郵報在2017年報告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均認為，如果沒有結婚，他們的生活不會好持家和幸福。同時，已婚人士的持續幸福壓力都高於未婚者。更重要的是，婚比起戀更大的優勢就是他們有了法律認可，令兩個人的關係可以名正言順，有了這個的認同，就可以得到繁常不同的權利。例如今天可以代表到配偶的意願，移民的時候是可以視為一體，亦都是可以在配偶不清醒的時候代表醫療作出指示等等。第二，通過婚姻組建家庭對個人的發展尤為重要。婚姻是建立家庭的第一步。根據台灣衛生福利署部社會處處長指出，家庭有4大功能，包含情感、保護、教育以及社會功能。情感功能即是話，婚姻可以滿足個人的情感和對愛的需求，亦都是我哋啱啱所講的幸福感。保護功能即是話，保護家庭的成員免受外來的侵害，給予心理和經濟上的保護。婚姻是戀愛的延伸，代表著往後的人生路途中可以有一個同甘共苦、共同面對生活的伴侶。而法律亦都為婚姻賦予多一重的意義，雙方作為最密切的親人，需要為對方負責任，亦都可以彼此依賴。在教育功能中，在一個家庭由為人子女去到伴侶再到為人父母，不同身份的轉變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包括學習人的人際關係互動、養成各種生活習慣以及待人處事等。家庭內的結構、氣氛、相處模式都是塑造緊一個人的性格、品行以至人生觀和價值觀。第三，婚姻對於社會的意義非常重大。古語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關係密不可分。而婚姻作為一個家庭基石，生兒育女亦都是婚姻的延續，具備其社會的功能。我方今日並不是鼓吹以傳宗接代去為婚姻的目的，但在現今這個社會，結了婚的人依然可以選擇生兒育女的可能性。一個家庭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就是讓他們了解社會生活的規範、禮節等等，具有社交化的作用，以至於他們在日後對社會獲得身份和地位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原生家庭對孩子
子亦都嘅成長都有重要嘅影響。良好嘅家庭環境同教育，先可以為小朋友建立一個正向同埋全面嘅人格。一旦小朋友喺成長嘅時期唔能夠喺完整嘅家庭獲得適切嘅照顧，就有機會導致佢哋作出一啲負面嘅行為。由此可見，婚姻對社會亦都係有一個重要嘅意義。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結婚對現代人嚟講係有嘅意義同價值？多謝各位。同唔同意結婚對人係有好處咧？
結婚固然對人有好處，我方從來都冇話唔俾佢哋結婚啊，佢哋會自己都可以選擇結唔結婚啊嘛，佢哋遇到啱嘅人，揾到啱嘅伴侶，自然可以結婚啊嘛。但係我哋而家睇個性小眾啊，佢哋係根本冇權利去選擇。多謝阿堂，同意對婚姻對個人而都係有一個意義同埋價值咧。但我想問有阿堂，今日自由對有阿堂嘅自由嘅定義係乜嘢？自由係真係有選擇，可以俾佢哋自己揀咯。多謝有方學都承認啦，但係我哋今日其實我方開邊講咧，其實我哋係冇反對佢哋係冇呢個自由去選擇，我哋都冇強迫對面去選擇結唔結婚嘅喎。咁我想問有方同學承唔承認婚姻係國民社會組織家庭嘅第一步咧？所以有方都承認咗係我哋而家應該俾選擇權啦，所以有方承認咗我方嘅立場。唔係，我想問有冇同學又承唔承認婚姻係華人社會組織嘅家庭嘅第一步咧？我圍住先，所以有冇而家有冇同學答咗嘅問題先？係有冇想我答咩啊？有冇同學承唔承認今日婚姻係華人社會組織嘅家庭嘅第一步？多謝各位。今年環節結束，而家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
斷咁同我哋講，譬如我哋今日男女拖翻女大拖鞋呢樣嘢，就係歧視緊啲性小眾，令到佢哋受到呢個社會嘅迫害啦。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嘅咩男大拖翻女大拖鞋呢樣嘢本身就係講男女呢、這個社會嘅男女到咗一定到咗佢哋大嘅年齡，佢哋就應該有想結婚嘅心，佢哋想要結婚，而唔係講緊邊一方邊一高邊一低，或者係男同女一定要。一定要男配女、女配男咁樣結婚，我哋從來都冇講過性小眾就唔可以男同男、女同女咁樣結婚。再加埋嗱，今日有方台一上嚟又手快去結婚啦，而家就講呢個係有一個媒人係由父母去逼迫佢哋，佢一個強迫求愛。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嘅結婚咧，本身就係兩個人互相扶持，兩個人互相嘅一段婚姻啦。同埋有方台今日同我哋講結婚適婚年齡，但係適婚年齡其實邊個定嘅咧？其實根本冇人定過一定要邊個年齡結婚嘅喎，其實。今日呢個適婚年齡只係佢哋大咗之後，佢哋就代表佢哋應該要結婚，而唔係有逼佢哋一定要喺呢個時間結婚。其實今日遲同早從來都唔重要，最緊要佢哋內心嘅有想要當嫁當婚嘅呢一份心。今日有方堂又同我哋講，日本有20%嘅人唔想結婚，但就淨係捉住呢20%唔所謂唔想結婚嘅人同我哋講，但有冇諗過剩低個80%咧？佢哋係唔係全部都想結婚咧？咁？跟住有方台又同我哋講啦，佢哋有權力選擇，有權力去追求事業。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嘅追求事業同結婚嘅嘢本身嚟講有咩衝突？其實冇衝突嘅喎，佢哋就算追求事業都可以繼續結婚，都可以繼續遇到自己中意嘅人同佢建立呢個婚姻嘅關係㗎。再加埋即係如果係佢哋追求事業就冇結婚嘅話，咁點解呢個世界上仲有咁多呢啲辦公室戀愛嘅出現咧？在座各位，其實嚟到一個位置，我哋重新審視翻呢個辯題。今日辯題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合唔合時宜？換言之，我哋應該討論係現代人眼中，佢哋大咗應唔應該結婚？因為人嘅選擇同埋佢哋覺得應唔應該結，從來都係兩回事，唔係佢哋覺得應該做就一定要去做。更加重要喺呢個社會，無論係現實條件允唔允許佢哋結婚，最緊要係佢哋有冇想結婚嘅心，呢個先係我哋今日應該聚焦討論嘅位置。有時今日即使佢哋去到有人去到80歲先結婚都好，但係只要佢哋嘅內心依然向往住做即係做婚嘅生活，就足以證明到佢哋想要結婚啦。跟住再加埋有方台今日都係一路捉住辯題呢個字眼啦，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係歧視緊呢班性小眾。但係今日我哋從來都冇講過性小眾就唔即係佢哋結婚就一個壞處啦。今日有方台講性小眾佢哋結咗婚之後就會受到社會歧視，受到啲人嘅冷眼，覺得佢哋唔應該覺得佢有病。但係呢個係社會嘅問題，而唔係我哋婚姻嘅問題。今日我哋見到社會對於呢啲性小眾係有一種歧視，但係唔代表佢哋唔應該結婚啊嘛。多謝。結婚唔等於生育，
咁有方面覺得我哋責任就係為咗生仔，將啲過程嘅諗法係跟住我哋身上咧。政府都知道會有啲問題，但佢哋都冇強迫佢哋生結婚，係因為好似一副咁講，就係因為政府都冇強迫佢哋，所以因為知道佢哋選擇好佢哋嘅欲，因為知道佢哋嘅想法好重要，所以有邊家冇權去要求佢哋，呢一幅好理想啦，就覺得如果結咗婚生咗仲有好多唔同嘅好處啦，咁但係就完全忽略咗咁生仔之後啲育兒成本過高嘅問題，所以有翻全部個市場嘅問題。咁第三就係對於呢個古語嘅遺傳不清不楚，我方願景好好，但係忽略咗後果。相反，中國西方咧就開放好多，例如30歲國家已經通過咗同性婚姻合法，咁佢哋就唔理婚姻束縛，因此男婚女嫁呢個概念正正喺亞洲受到質疑。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2016年嘅調查發現，超過七成40歲以下嘅受訪者曾經被父母逼婚，導致佢哋選擇形式婚姻，亦即係傳統家庭同社會壓力下選擇喺法律上承認婚姻關係定係利益關係，咁樣只會令到離婚率上升。因此，我哋要唔係必選題，所以唔係大家有權利嘅。今日結婚是否合時宜呢？多謝各位。
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議員首先發言。咁樣由方而家面係男要分女嘅，但係點解唔係規定佢哋？點解規定佢哋？我哋今日從來都講男同女佢哋要結婚啫嘛，而唔係呢一方一定要男同男、女同女咁結婚喎。係啊，所以有好多承認你話你要男同女結婚，咁你咪剝削緊啲性小眾權益，咁你咁人哋男想同男結婚，我方你俾唔俾啊？各位同學唔好偷換概念啦，今日我方由頭到尾都係講緊男女道性分明明就要結婚，但我方今日冇反對過佢哋到底要從邊一個結婚，佢哋男同男都。想結婚可以結，我方唔否認，亦都同意，亦都支持。最後有個同學，到底今日邊個適婚年齡30至32歲嘅標準，到底係邊個同你講？係啊，幫你睇翻片題先啦。而家講緊話男要婚，女要嫁，即係就已經規限咗女一定係要嫁俾男嘅，男一定要娶女嘅時候，你咪剝削緊咯。咁幫你論證翻俾我聽，你要點樣保障翻性小眾啊？嗱，今日有個同學唔好再喺婚宴前就啦。今日呢個男人都幫你嘅規則變係已經唔係講緊男要婚女要嫁，而係今日我哋講緊社會嘅進步，而家講緊我哋應該討論嘅係男同埋男成年人佢哋適婚年齡應唔應結婚？咁我再問有個同學，成年有咗配偶先可以有配偶，所以同可以同你共同去面對生活嘅難題，到最後一刻咧。我哋有朋友有家人點解唔可以啊？咁再者有個同學仲係未理解咩叫男婚女嫁。有朋友係咪認為同性小眾結婚就唔算結婚啊？你嗰啲性小眾，你唔可以話女嫁俾女嘅，女又嫁俾男嘅嘛。等陣先，有方同學，今日婚同嫁喺現代社會入邊，就算係今日你去詞典度揾都好，婚同嫁已經係喺同一個意義、同一個釋義嘅情況底下。到底今日係有方同學繼續存在喺呢個封建思想入邊啦，定係有方同學今日所討論嘅聚焦點已經錯曬咧？麻煩有方同學正面答我方，到底今日係咪配偶先可以陪我哋共同度過生活困難到最後一刻？所以有方承認咗呢句説話到而家已經不合時，需要改變啦，需要放棄呢啲封建思想，所以而家需要改變，所以有方都承認咗變題係不合時噶嘛。但再問有方點樣保障性小眾？我哋冇。嗱，其實今日我方冇否認過性小眾，咁今日有方同學既然我方已經講咗同性戀可以合法結婚，佢哋結婚係應該，有方同學都同意嘅時候，咁今日辯題咪應該成立？再講我方今日一直強調緊嘅不合時宜，其實講緊今日有方你嘅思想不合時宜守舊，有方再答我方，到底今日伴侶係咪可以陪伴到我哋到最後一刻？但係家人同朋友唔可以，麻煩正面回應。今日有方同學冇否認過我方所有好處，今日有方同學
係咪覺得應該要結婚啊？唔係我哋認為佢哋應唔應該結婚，而係我哋唔係受邊咁由何方，而係覺得依家社會大眾佢哋覺得應唔應該結婚啊？反方已經用盡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正方而家尚餘45秒，可以自由派出議員發言總結。我一直傳咗都係同你講，人生有唔同嘅階段，如
如果佢為咗事而唔記得都可以，但係其實我哋今日要講緊嘅係，我哋今日一直強調係你婚姻要喺理想階段度應該發生嘅事，亦都係我哋人生旅程裏邊嘅重要嘅一塊拼圖。而今日有分享一直同我哋講緊性小眾，但係其實我哋今日完全係冇反應過佢哋㗎。咁如果我哋冇反應一定要係一男一女先嚟結婚，咁如果好似楊風頭咁樣邏輯思想嚟講，係咪就話哦咁樣？如果我哋法律允許嘅話，咁佢哋就會去結婚㗎啦。咁多謝有方同學可以知道結婚有咁多好處啊。同埋我哋今日講緊嘅係婚與嫁，其實已經係冇喺現代嚟講已經係冇一個主次㗎。但係有方同學一直都活喺一個封建嘅時代啊。而今日有方同學再同我哋講話，哦，結婚就一定要去生仔，一定要去生仔咯。但係呢個到底係生仔就會帶俾我哋唔好嘅婚姻，就會不幸等等啦。但係其實今日到底呢個係結婚帶嚟嘅必然性係咪帶嚟嘅本質咧？其實唔係，而係今日我哋講嘅係雙方喺處理問題上面嘅一個分質，而根本就唔係一個婚姻會帶嚟嘅本質性啦。在座各位，從古至今，婚姻嘅模式、婚禮嘅形式，其實都喺度不斷轉變，但係唯一不變嘅就係婚姻依然結婚依然都係建立家庭嘅基石，婚姻係嘅意義依然存在。由古時候嘅盲婚啞嫁，進入依家嘅自由戀愛，由三書六禮，最後到簡約婚禮。由本身的傳宗接代以為目的，再去到現在可以自由選擇生育與否，這些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去影響人對婚姻的看法。但是無論是什麼形式、什麼模式、怎樣改變都好，戀愛再到婚姻再到去建立家庭的步驟依然不變。而今天婚姻不單止只是一張證書，更加是代表著兩個人一起去面對後五世的人生。父母再一日離我們遠去，弟子妹、朋友都早已用建立自己的家庭，而真正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鼓勵，面對生活難題的就只有另一半，而只有家庭才可以成為我們的避風港，成為我們安身立命歸宿。這個都是婚姻婚嫁的意義所在，而都是每一個人在所需要擁有的人生拼圖。多謝各位。破碎，唔好彩，或會因為家暴而搞到。
到遍體鱗傷。有啲人就係想你自己一個安安靜靜安享晚年，點解你係都要一個冇咁大嘅志向、冇咁大志向嘅人去承擔咁重嘅家庭責任呢？有幫自己都承認每個人的確同自己嘅人生規劃，點解唔俾佢哋自己揀呢？即係有幫就同你話，其實事業同家庭都可以兼得，但結婚之後要兼顧伴侶、照顧家庭。對比起婚姻嘅束縛，佢哋唔一定要為家族流心力血。有啲人可以捉緊黃金階段去創業，有啲人會儲一大筆錢去環遊世界。但呢種生活嘅選擇權，男方都保障唔到。即係有幫人同你講話，唔係啊，其實晚婚都得啊。但我哋睇翻定義，你講緊嘅就係男大咗就一定要結婚，女大咗就一定要嫁嘅時候。但又同啊，又但又係一直喺度同我哋講話有適婚年齡。適婚年齡就要結婚，但有個成長都無理個標準嘅時候，咁你所謂嘅保障，你究竟係要幾時先保障到呢？所以今日無論係邊個年齡標準，即使冇愛情基礎，都要喺個年齡要未逼婚嘅時候，有方法一絲喘息嘅空間都唔俾佢哋咯。所以點解我方今日全場都話有關歧視性小眾啊？睇翻定義，我方都已經講咗，男一定係婚，女一定係嫁。之後有關咧又話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但很多人接受的代不代表這件事是錯的呢？以往女性權益被剝削到後來男女平等是否都要打回原形呢？由去到最後有方是很短線，覺得人生以及婚姻只是要滿足社會願望，但我方說的婚姻不是必修科，而是最愛的人所承諾的心。
轉變，其實都有做得好嘅地方，我哋正住咁樣啦。即係我離開頭嗰陣時，我呼咗你哋係都盡量將對可能會打我位白，即係即係死咗嘅，例如先你講到，無論你個年齡延遲到幾時都好啦，即係就係而家個社會就係應該佢哋結婚嘛，即係你失咗年齡嘅方面係好嘅。咁去到有 Pon One 同埋 Pon Two， 譬如 Pon One 你真係要結婚同埋結婚嘅另一方面，其實我都覺得係分得好同埋清晰嘅架構啦。咁但係你對唔可以打我位嘅時候聯絡，咁去到飯局嘅時候。我覺得政治嗰好嘅位係你哋嗰三個 point 其實有包到個人同埋啲社會上嘅需要啊嘛，咁我都會認同嘅，就係因為不過事實我哋唔能夠單睇可能成個社會上面啲人個主流價值觀係根本唔想結婚，佢哋代表呢個社會需要嘅一個觀念，根本就又未必係嘅，所以就我覺得政治爭咗位就係、是、你兩個 point 都會講而家嗰啲人嘅個人嘅價值觀係點樣，但係忽略咗其實社會上面仲需唔需要呢種觀念。所以呢方面就係飯局角度上面會比較好少少。咁再落下一個部分就係可能雙方定義嗰方面。咁今日其實呢條辯論可能就咁樣第一眼睇落去啦，我就直覺都係覺得可能男同埋女都一定嘅年齡就要一個嫁一個娶男嘅咁樣。但今日飯方嘅定義就都即係已經令我覺得好分裂啦，就係、是、即首先你哋冇話佢有 set 死年啦，先過咗唔分嘅多年就幾時結都唔問題，即話角色上唔可以分男。所以就係我唔會話中意佢定唔好，因為可能都對你冇事啦。但就從我本身嘅理解，我覺得有偏差嘅，係啦。但係如果就咁樣聽，我會帶更多少少，就跟翻可能本身嗰一套嘅理解。始終佢都係一啲典籍當中揾出嘅句子啊嘛。我今日為咗浮你條線，但係又將佢不停地收佢嘅時候，咁係咪一個好嘅方法？我就覺得可以再分出嚟，再諗一諗啦。同埋就係、是。反方都有個好麻煩嘅位置就係前場，記得你哋啲公司嘅啲時候講過話，其實呢一句句子當中冇強制性嘅，但係後期嘅時候就話男女大咗都好，不一定要結婚嘅時候，即使佢哋結婚都好，咁其實係咪你講咗其實佢哋都一定要有結婚呢個思想喺度咧？所以其實我係好想知道你哋到底強制性一個位置，你哋對於呢個句子認知係有認同喎，因為對面咧通常係一個離婚啊嘛，佢哋覺得結婚問題不過係結婚定佢哋嘛。所以我今日同反方嘅立場上面可以清得好少少嘅，之後就定義嗰方面就覺得正方去到後場就捉住佢嚟打啦，但係可以入埋前，可能副位二線開始佢打，之後去到 C 點先攞翻出嚟，咁就會好。如果唔係就都係你哋定義清唔到好多後場嘅嘢，好似大家都同一個立場嚟嘅咯，但係可能有一個人企錯咗噶嘛，係啦，咁就係呢一個問題啦。之後就我覺得。反方其實你哋講話可能結婚都會有好多唔同好處啦，即係可能幸福感啊、人陪啊、啲社會嘅教育意義咁樣啦。冇錯嘅，但係感覺上轉變就係嗰個就好理論，我哋講咗好多唱出嚟，但係有啲好實際嘅例子咯，係啦。咁我就覺得如果你擺翻啲可能貼地少少嘅例子落去就會好啲，因為我感覺就係你哋覺得結婚有好多嘅好處，所以今日啲人咧大咗之後就有結婚呢個心態，但即係可能呢個例子就講到就係可能唔需要好多好處啊嘛，但都唔會即係有啲人係唔需要自己其他嘅嘢需要做啊嘛。咁就係嗰樣嘢啱嘅時候佢有好處，但有啲人啱嘅時候，如果今日我哋夾硬將觀念套落社會上面唔跟嘅人就會自己嘅時候，唔係一個好嘅事咧。所以我覺得就係如果你哋真係純除咗好理性咁講咗結婚嘅好處之外，係咪真係可以喺個社會上實到出嚟一個好嘅問題咯？係啦，但係你哋就比較理論咁樣啦，就冇貼地去講。我覺得呢一方面正方你哋就冇捉住嚟打，因為講得都係婚姻一個好似唔孤所方咁樣，好多好處會彰顯到出嚟。但係你哋其實我覺得今日爭咗少少個位置就係你哋好少過去貼入對方嘅立場去打咯，就係、是、其實對方有回應。
但正方表現出嚟係有理説不清。我覺得男大當分女大當嫁，喺反方咧，無論係個大字定個當字定個分字定個嫁字咧，完全同你理解完全唔同嘅。OK， 咁你要你未 clear out 到條面題，應該係你哋咁樣理解咧，咁你就會好難答。點解咧？因為係邊個嚟講？係我哋都冇乜嘅結婚，我覺得，因為結婚本身就唔係一種十惡不赦，你好難數到啲弊處喺佢本質上存在。咁你哋反方嚟講，我哋想結婚啊，結婚唔結婚唔結婚，咁呢個係反方嘅問題。咁我做就講，嗰個當字，你如果係連翻當字，應當同應該係應該有結婚。譬如話應當啊，我係乃理所當然、人之常情，甚至乎你會理解做一種責任。正方係想講呢一樣嘢，反方就理解咯。應當個當字係即係冇咗當字，就係我應該要結婚，係咪當字呢個你可以重疑？就如果你話應該咧，其實就好簡單，因為應該做一樣嘢唔難，都唔等於你一定要做一樣嘢啊嘛。譬如我話我為咗你身體健康，我覺得你應該要多啲菜，但唔等於我。唔等於我一定要食菜啫嘛，冇一個強迫性喺度啊嘛。下一個客觀地陳述究竟應唔應該做一件事係睇有冇好處，但唔等於我個人意願係要應該，即係一定要去咁做。咁所以背後就嚟到啦，就係、是、應該背後究竟即係當字係點解咧？嗰一分嘅正方係要把握十分個當字，就係你要落到個結論，或者你要嘗試去討咗佢卡面對面點出，或者你花相當嘅筆墨去話俾人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個當字咧係大應當，即係理所當然，人之常情。係換言之，如果一個人去到適婚年齡咧，都未結婚，都係應當要成家立室啊，係試咩啊？試成家立室結婚係一種責任。如果可能呢個人唔結婚，我哋可能會認為佢係不負責任嘅喎咁樣。咁你要花啲筆墨去解釋，或者要 conclude 咗呢樣嘢咧，咁你就打落去説服啲，亦都可以將正方本身條件係天然嘅優勢咧，發揮到淋漓盡致。咁我覺得今日相對係煩，正方喺個當字嘅認識未夠深刻，咁又係即係咁樣去理解。然後個大字咧，哇！呢、這個亦都係相當精彩。大即係喺正方嚟講咧，個大字就係講你喺個適婚年齡啦。反方就話唔係適婚年齡咧，其實就冇呢樣嘢嘅。咁呢樣嘢咧，反而咧其實喺反方嘅演繹面係啱，因為適婚年齡呢樣嘢咧係冇絕對，係好主觀嘅可以。法定結婚年齡咧就好客觀嘅，就係、是、譬如香港係16歲以上，即係你要先結字先知。所以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就應該係冇一個好標準嘅適婚年齡。當然你如果真係要求都有嘅，就可能30至32歲咁樣，可能係你心理上、你生理上係成熟或者係即刻結婚。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例如咁今日喺反方嘅世界底下去講，就係適婚年齡呢一樣嘢，你話係哦，其實即係點講咧？正方咁樣去寫話適婚年齡入邊就係等於個大字。咁你想講係咁啲人唔係適婚年齡又結婚，咁晚婚又何錯之有咧？你想解釋呢樣嘢？反方點解將個適婚年齡咁樣去調高，或者唔俾一個答案出嚟？就係想講，無論啲人幾多歲結婚，佢都係覺得自己啊，即係你唔係受到一個客觀上個大字嘅限制嘅。我覺得哦，大啦，我到呢個年齡就大啦，所以我係應該結婚。即係反方想講嘅呢樣嘢，亦都係今日大家未嘗試去處理得到，咁就變咗就係呢個字咧，又非常之例子。然後第三個字眼咧就係婚嫁呢個方式。咁我覺得呢個位置係冇定位嘅。咁一間咁講，但我自己都覺得未必會有太多嘅，即係你個定位未必會落到，就係個解釋點樣咧？因為正方嘅主要嗰樣就話，而家男同男又要分，女就係要嫁，咁即係咧，如果你性小眾咧就好難做到婚姻啦。OK， 我覺得反方喺呢度應該係問到一句，我覺得係問得嘅，就係究竟同性婚姻係咪婚姻咧？即係我想提出一樣嘢，其實婚嫁呢樣嘢，正方當然可以講，而家已經唔係以前嗰一種㗎，大家都要嫁俾男，女一定嫁俾男，所以男一定嫁俾女，女一定嫁俾男，咁你嫁婚嫁。佢可以講而家多咗好多性小眾，所以就唔合適。但調翻轉，其實你哋亦都可以講一樣嘢，就係、是、咁可能係我哋呢個時代對婚嫁嘅方式擴大咗㗎喎，係嘛？唔一定係用佢嗰種嚟嗌，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有一種叫做咩事實婚姻嘅，即係啲咩咧？就係事實婚姻就係講，大家可能係冇嘅，應該我理解啦，我哋可以繼續下，即係應該係喺你嘅實質上，你冇去可能法律上係都係傳統嘅嗰啲婚姻，但可能係同嗰個關係已經係私定咗終身，你有 proof 到呢樣嘢咧，咁佢雖然可能冇簽字結婚，但係佢哋都屬於係事實婚姻，咁又或者同性婚姻亦都係一種而家主流開始會講嘅東西，
咁呢樣咧係你哋可以嘗試講，你哋可唔可以講？哦，唔係啊，都係你將分解概念用幾百年前嗰套去討論條辯題，一定係不合適噶。咁你就可以講，唔係啊，其實分解嗰個定義咧，其實係應該要擴大咗去講，就係而家可能哦，而家有事實婚姻，有情侶婚姻諸如此類。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合乎而家嗰個時代嘅需求啊。咁呢個係即係喺定義上，即係我覺得今場嗰個盛大嘅落點咧，就係定義上究竟大家能唔能夠好快咁處理到，或者個定義嚟自究竟對邊個不利咧？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個政府嗰個落點係一部分。然後大家要留意就係、是、你如果定義咧，你哋前場有個好親民嘅講法，就係譬如翻開話，唔係我方冇講個性小眾咧係唔可以歡迎，或者方就話唔係個辯題咧已經規定咗咧係講個 back 字嘅。咁但係你唔可以係咁用同一套呢啲講法咧，你係可以咁講，但係你要解釋埋後面個原因就係點解條辯題規定咗我哋一定係講個責任咧？咁你可能要追溯翻少少，可能以前呢個嘢點樣誕生？譬如可能講緊啦，可能明清時期嘅時候，男大講乜女大講，但係講一個社會生產力，可能講成個社會婚姻嘅事業或者一種責任。咁你咪係咁樣。咁調翻轉反方，你話唔係性小眾，其實咧都可以係婚姻或者冇講過。咁你唔解釋埋點解你心目中性小眾都係可以係討論嘅範圍，即係拉你嘅立場。咁呢個就係即係你可以回憶一下啦。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大家如果有陣時可以諗翻，就係你花咗好多時間討論定義，同一時間會唔會可以嘗試偷嚟一下去打對方嘅 point？ 譬如正方可以嘗試去挑戰反方，雖然反方唔係擺太多筆墨，但係佢有嘗試去講嗰啲咩婚姻啊、咩家庭啊嗰啲好重要。咁頭先評判都問下，我覺得你可以突破咗呢個係個互動講，咁點解咧？咁你結即係人哋就好似講到結咗婚咧，就唔會孤獨死，就有人陪伴到終老咁樣，係一個 must 咁樣。但係咪事實咧？唔係喎，有人結完婚會離婚噶嘛？咁啲人會離婚噶，但可能係咁你咧結婚，可能你同居之後就有啲問題產生啦，譬如可能婆媳關係啦，譬如可能你點樣養個小朋友啦，點樣教佢，嗰啲錢銀關係就即係比較親密啲。咁呢啲可以講下，其實婚姻同你想象中咁親密。咁所以個結論係點樣咧？就係婚姻冇對方講到需要性問題，而對反方嚟講咧，我覺得你哋去建立自己條條線嘅時候，都可以有多少少嘅著墨同埋多少少嘅筆墨。咁譬如係你去講嗰啲陪伴嘅時候咧，你可以連帶再提出就係、是，如果唔結婚會造成啲咩問題咧？譬如唔結婚咧，係可能會譬如可能離過婚嘅，可能好多人單身。咁呢啲人係會好壓抑啦，好抑鬱，可能會跳樓自殺啦，就要咁樣嘅惡性。咁呢一啲會唔會相對嚟講，對個社會係不穩，或者係一啲醫療嘅成本、醫療負擔、一啲社會成本？咁你可以講埋就唔關咩問題。而另一方面，其實你哋嘅方都有嘗試想想點出呢一個位。咁但係我覺得你可以點跳翻個時代就係啲乜嘢咧？就係講生育呢樣嘢咧。對於而家嘅呢個社會嚟講咧，係好重要，因為而家人口老化。特別係全球都人口老化，而喺亞洲地區嘅人口咧特別嚴重。咁呢個我覺得你可以用多少少呢啲實質嘅數據，咁相對嚟講，你哋去講嗰、那個論點嘅時候就會紮實啲。咁大致嘅評估就到呢度，希望大家都繼續。